我们的便秘后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诞，我们以水供的法会来祝贺。那文殊师利菩萨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以广大的智慧为著称，这是我们行者修行最主要的一个诉求。如果做人没有智慧的话，这个智慧并不是世俗上所讲的聪明、灵巧、反应啊奇快的这一种说辞啊，智慧是真正能够对于如何生活、生存、如何认识生命、怎么样子运用在生存生活的期间过得最有价值、发挥最大的价值。智慧是这样子来啊说辞的，怎么样取得最正确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法，这种正确的生活可以利益众生，也可以利益自身，可以每天活得心安理得、快乐自在，不会活得心胸狭窄、痛苦自私。所以这智慧是很需求的，对一件事情的选择，正跟邪、是跟非、好跟坏、善跟恶，非常直接的一种反应，不需要特别吃亏到、受伤到、痛苦到才来认识。所以这种智慧我们需求，我们需要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度众的一个方向。既然他以大智为称，今天在他的圣诞日，我们就好好的祈愿，我们需要这种智慧。因为有时候事情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人事发生，你不知道怎么抉择，有时候一抉择，有时候就是一生就这样子跟着走下去，而没有发挥他的一种力量出来。有时候抉择对，他就能够很快的发挥力量来自利利他，就要像选择名师，有这个智慧选择，马上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的摸索路线，马上就可以得到他本身的智慧才华。这就是一个智慧。有的人穷尽一毕一生，毕竟一生多事，都还没有办法学到解脱的法门。可是你有真正的智慧存在，一看一听马上就知道没有选错。这是我们需求，我们真的很需求，尤其是行者，智慧跟定心跟定力就是我们两只的翅膀。那今天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诞，我们祈求文殊师利菩萨赐给我们他的智慧，他成就的智慧。有智慧，即使处在一般凡夫眼光中的逆境、不好的环境，但是你有智慧，你不会跟一般凡人的想法、无明、无知、迷失、痛苦。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智慧的存在。
所以好好祷求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有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一生，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，非常有价值，能够自利也可以利他，尤其在利他上面，每天都能够非常圆满的达成。所以大家好好的专心，以诚心的供养来呈现，然后来感化，来招请今日法会的主尊文殊师利菩萨下降受供普施甘露，大放光明，加持助照，让我们的业障消除，让我们的迷惘无失消除，让我们增加光明的智慧，然后来自利利他，自利利他之下，就可以进一步的自觉觉他，到最后的觉醒圆满，功过一切圆成。好，祝福大家今日的法会所求如愿，感应殊胜，一切吉祥圆满。Om Mani Padme Hum。令你根本传人上师历代祖师坦诚诸佛诸尊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Om Mani Padme Hum。今天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诞日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佛教界所谓的四大菩萨：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、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大愿地藏王菩萨、大行普贤菩萨。我们真佛宗师尊所传授的真佛密法当中，有文殊师利菩萨真智慧的法门，有观音菩萨的观音法门，有地藏王菩萨地藏救度的法门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就是大行普贤菩萨还没有真正的对外传授公开的一个法门。在师尊还没有退隐前，我曾经去请示过师尊，师尊叫我准备好仪轨再去，叫我找出这个法门再去，然后他就传授。所以四大菩萨当中，我一直挂着这个大行菩萨还没有传授，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理解。我们说，我们想，我们计划，我们都很容易，但是就这个行，这个做，努力，真正去做，去进行，这比较困难。说比做容易很多，但做比说难很多。